SOS 的投资人，大家好，我是 SOS 云算力中心始发负责人，今天非常荣幸迎来了 SOS 的 CTO 洪总亲临现场指导工作。洪总，大家好。好，那么接下来我带着洪总以及我们所有的投资人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矿场，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变电设备。这边是我们的变电设备，然后我们现在去参观我们的矿场。接下来为我们所有的投资人洪总汇报一下，我们四川算力中心的总供电负荷为5万千瓦，能容纳2万台比特币矿机。而目前今天我们所参观的矿场有5200余台比特币矿机，都有 HY727、蚂蚁、阿瓦隆等矿机。最后祝我们的所有投资人牛年大吉，牛气冲天，来句四川话。凶器，好，牛气冲天。